我有爱护龙舟老师，过去的一些老同事、老同学，还有亲爱的好朋友们，以及一些媒体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复活节快乐！复活节快乐！今天我们欢聚一堂，主要的目的是为我们的龙舟老师，特别为他加油跟打气。他是一位非常努力攀登生命圣山的生命斗士。在九年半前，虽然因病卧床，但是并没有因此被病魔击垮。他越挫越勇，咱台语咧讲，怕等手骨得度用。他的精神，他的毅力，对生命的热爱、执着，值得我们每一位好朋友为他跟他学习。让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为龙舟老师鼓励鼓励。今天是他《人间有爱》这本书再版的发表会，在这个地方，我特别代表他跟各位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还有媒体朋友们致谢。许多的朋友，今天都需要工作、要上班、上课等等哦，但是还是排除各种困难，亲临现场为他加油打气，有情有义。在这里已经代表龙舟老师特别向大家致意，谢谢大家的光临。首先我们就欢迎静宜大学的校长为我们致辞。陈南女士，刘副理事长，还有各位贵宾乐义兄，沈神父玉文，还有媒体的朋友，还有我们锦科的医疗团队，跟我们所有在场的来宾，大家平安。平安。去年八月我到了静宜之后，我透过了乐义兄还有玉文老师，让我深深的了解到龙舟老师在过去在静宜工作的时候他的服务情形和他的卓越贡献。那更让我感动的是，有知道了他在九年半前因卧病在床，那七切之后的话呢，他没有被病魔击垮，而呢越挫越勇，他用注音板，刚才那个注音板一字一字的挤眉弄眼的挤出了无情渐冻有情天还有人间有爱两本书。那他的毅力精神，还有他整个对生命的热爱，他的执着，他的坚持付出，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楷模。那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鼓舞着我们整个的人，然后像一盏明灯一样，那龙舟在我心中就是一盏明灯。那天主所爱的人，他往往呢受的苦比别人更多，就是为了要相似天主。昨天是我们教会的最重要的节日复活节，那唯有经过痛苦才能拥有光荣复活，所以龙舟，你所受的痛苦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那今天是龙舟老师的大作《人间有爱》这本书的再版，那透过他的解读，让我们知道生命的精髓，还有伦理的重要。我非常期待这本书的再版能够帮助更多人，那对于热爱生命的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思。那让我们一起为这位刚才我们玉文老师有说攀登生命圣山的小兄弟喝彩加油。那我也知道最近呢，他这半年透过挤眉弄脸，他又有一个方式，就透过了那个阿春电脑，他这种用眼控的方式，现在正在一字一字的要去扎出来他的第三本著作。我们真的非常热切期望他能够持续的创作，因为更多的新书出版是对我们最大最大，我们的一些热爱你的朋友的最大的一个支持。那我们一起在期待你的新书不断的出来，好，我们再为龙舟加油。接下来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渐冻人协会
副理事长刘延巨，刘副理事长。
会，这个叫做歌友会，歌子的歌，歌友会，以及他在台大的光启社的那些好朋友，他们几乎没有中断的，每个月除了实际支付给他医疗费用、生活费用之外，还经常来探望他。我在这里也谢谢他们。更伟大的是他的家人，因为他的家人遭逢这个巨变，说没有对生活影响是骗人的，一定是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他的看护阿欣非常非常的得体的，而且非常尽力的，非常用心的把龙头兄照顾得这么好。谢谢纯兰，谢谢倩文，谢谢还有一个是秀云啊，也谢谢阿欣。从上面所举的光启社跟歌友会，我们就知道龙舟兄在高中时代，在大学时代是多么。谢谢钟老师。人家都开玩笑，从过去十几年来，说我们三个是从烂交烂屁啊，从中学开始同事，然后一路到现在啊。好，谢谢钟老师、钟理事长。接下来，我们刚刚钟老师有特别提到这个台大的。光启社，因为龙舟过去曾经担任过台大光启社的社长，在念书的时候，那他过去的所有这些老朋友们，也长期一直在帮助他。今天乐一兄、威一兄，还有我们大美姐妹、大美姐妹，也跟他们来。我们欢迎江乐一江女士。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师尊教授呢？我们龙舟学弟了哈。那真的我们很惭愧。其实我们的帮忙是很晚期了，早期真的是靠钟老师还有那个学校的团队哈，经营大团队帮了很多。那我们是因为有一个学妹来探访龙舟，那后来知道她有一些需要，那所以我们这几个同学，包括我们现在台大副校长汤明哲汤学长，那我们都是一起的光启社。汤校长是第三届的台大天主教同学在学校社的光启社社长，是第三届。那我们龙舟是第十、第八届，十第十届啊，所以我们是上跨了好几届的这样子的一个同学来帮忙。那其实第二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后来另外一个学弟就是龙舟同届的同学，发现有很好的一个电脑系统辅具啊，我自己在国科会做过，其实辅具是对弱势团体、对身心障碍很重要，就这个设备出来是非常好。所以那个同学弟说要捐助全部给他，那我说一个人捐不拢，大家分摊这样子的参与，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样子的一个仪器设备跟我们这个我们像龙舟这样子的需要，好，包括渐冻人协会，其实好像那个陈丹斌的那个妹妹，其实也是我陈丹斌是我学长，那慢慢很多的渐冻人都很多的需要，那我是说，借着这样我们试着也可以参与的一个有幸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很。关心我们龙舟，那也真的谢谢大家。那我觉得这套系统，我一直有跟龙舟讲，最大的系统最大好处是让我们家人可以休息。你知道以前注音版是要家人要人家来帮他，那还有另外一个正大的好处是，我太太现在一直每天收到龙舟的信，很大的感动是透过注音版少了他的真情的流露。那大家知道我们手稿做写作就是最大一个真情感情的融入。那借着这样的 email， 尤其汤校长从每封信都收，好，汤校长真的非常不错。那间接我之后，有一次传说，你到静宜大学应该认得我们龙舟，真的汤校长第几天就过来了，我真的很感动。那我太太一直讲这样的信，让我们真的是给我们鼓励，所以我们跟龙舟身上学习的更多。我想真的谢谢龙舟，让龙舟生活也更多的丰富，也更多的价值出来。谢谢龙舟，好，我们真的加油你，让我们可以分享更多的文具。谢谢雷兄，
因为他们送的这个阿孙电脑现在不得了哦。那个郑老师现在每一天的这个产品，他现在每一天都有充电时间。我想不要再讲了。我问一下，那个王彩婵王老师在？彩婵老师他有事。好 ，OK， 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我们的沈拉蒙沈神父。
我要写文章啊，明天要交那个文章啊，然后今天就一个夜都不要睡觉，到晚上三点一直打字，打什么没关系，打什么字没关系，可是我要交报告。我们现在这个挤满的社会，常常是这样，做很多，可是没有根。说很多不是没有分，在圣经里面说啊，那个种子，圣经是种子，如果放在一个地方没有根，那个太阳来就一下子就熄掉，没有根。很多现在写的书，现在出版，过了一个月后没有人想，没有人记得，做很多的广告。整装走的书有根，整装走的书写的方法是跟以前两千年以前的啊，这个庄子两千多年前的庄子、柏拉图等等这些先士的方法，都是这边跟这边啊，从里面看。不是从外面看，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本书，我们今天啊推荐这本书，真的有价值。我这个时候我真的希望，这个不只是给华人看的，我希望这本书是全世界可以看。所以我希望真的想下一次，因为有下一次，对不对？一定有下一次。我们是用英文版的，谢谢大家。谢谢邓师傅，我们期待英文版的，人家有话赶快出版。好吧，那个贵宾致辞我们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是比较轻松的。由校长带队哦，校长带队，手语表演。来，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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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龙舟老师虽然卧病在床，但是心常系念着学校。那他是我们学校的宝贝啊，经常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意见。由校长主秘带领表演这首歌，来，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全体就唱一首歌《爱的真谛》，好吗？行，好，请起立。对。爱是恒久忍耐，拥有恩慈。为天主的不同信仰。
少人写一整年，以便把命运乾坤改走记录下来，留跟妻子女儿当纪念。更值得一提的是，赵梅姐跟李玉文主任的夫人青梅姐，自从妻子文兰开始不到在月在罗柳生之年，文兰能受洗不缴，成全这多年来该做却始终没做的一桩美事。文兰，听到什么？借由今天这个发表会，我想再次感谢所有今天来的贵宾，还有一路帮助我们，带给我们勇气，带给我们希望的所有的朋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山竹，你有没有看到今天那么多人在这边郑庄周的信仰，郑庄周的合作，包括他的人的也是合作，你爱的，我们祈求你今天在这个这本书真心话，真心有爱，你今天应该很满意，因为你的唯一的圣旨，将来这个世界就是它的讯息，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善主，我要今天问你，你是不是满意？你是不是高兴看到我们在这边？当然我们还有一段路，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事情还是需要做，可是我们今天这边要祈求你降服这种走，给他力量，给他更多的充满爱心的，充满心灌的爱的这个善德。亲爱的天主，我们今天祈求你降福郑庄周老师，也降福今天参加的所有的人，家庭